大家好，我是老谭，今天又在下雨，那猪没得喂鱼了，现在去赶哈场。走嘛，我们去赶场。今天好冷了哈。你来赶场吗？哎，赶场。今天落起雨来赶场。哎，跟我去两条路。半两洗的哈，不想玩吃起的。我吃二两。你那么喜欢吃细面呢？我觉得宽面好吃些。可以，只要没去赶场的话，在屋里都不想弄。走出来赶场，去买东西来。龙门市场还有那个路子呀？买点大块的。买好多嘛？哎，我买二十个噻，屋头有一桌的，再买两桌。那把筷子好多？12块。好多串啊？就40多嘛。16块钱噻，弄起把屋头那些筷子换了。今天还是买的闹的哟，啥子都买齐了。我来把那些倒抹一下，我还是来搞我的专项工程。倒也抹好了，先做起来啊。做个半边鼓楼。这个刀一边两把，要得了，拆水了。现在的刀磨来用快些哈，磨来来不用快些啊，刀是都粗。配点青红海椒，配段儿，洋芋菜炒生片片，炒好了舀起来。那个叫江城一锅烩。还可以。嗯，吃的。那海椒还是有点辣哟。还有一个不辣。他名字叫海椒的吗？还要饭？要不？还有五个蛋。